金管局不敌 QE3， 楼市续跌。金管局刚才已经向银行发出指引，收紧涉及多于一个物业按揭贷款的申请。林哥，虽然明白是想帮楼市降降温，不过美国个躲响啲，个个用家都信 QE3 多啲咯。呢、这个周末二手成交量爆升七成，啲市民惊低息炒高楼价，个个都慢抢楼先讲。鲗鱼涌南财楼太古城675尺连天台两房户，在出招后288万卖出，尺价12415元，创两房历史新高。港区的南丰新村都不执输噶，三种不同单位同日破纪录，分别474尺、627尺同629尺。其中400多尺单位成交价435万，尺价破9000。而将军澳君澳湾望鲗海600多尺单位，又用计512万买入，尺价破8000，高市价一成噶。本来屋苑单位冇放盘，但有客想要望海单位，最后要找 agent 撩个业主放盘，先成事啊。